Middle of nowhere. Damn， 好大啦！好，我们现在来到前一晚，就是今晚，前一晚就是今晚。你们看这个影片的前一晚就是今晚。好了，今晚来到，我是完全没有打算拍一个影片的。我在找路的时候，有一个老公公走过来 ，Where are you going？ 哦，然后我就问他去 Lidl 附近，他就说那边走下去就是。超级好人，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要怎样？看到人家在外地来到你的国家、你的地方，你也要走过去帮人家找路啊，有什么帮忙就尽量的帮。第二个是 customer service 超级好 ，receptionist 他那个笑容比我还好，哎呀，就好像真的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很随便问他，这里有什么好玩啊？然后他整个地图给了我，哦，地图不知道在哪里。重点是他问我晚上要不要 party， 他居然 print 什么啊 ？print 了那么多东西。他说有拍了有一些 club 啊，有一些东西应该要去的。我要看那么多东西，我去旅行嘞，我看那么多东西啊。然后第三个，我问他怎么走，他居然送我这个，这是 Geneva transport card 2018，你可以用所有的 public transport 就免费用，然后就写了我的名字，16到17号。很兴奋的，明天就用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不说那么多，就直接回去我们早上吧。噔噔，我们现在就来到 Switzerland 第一天，我现在就在那个 Geneva， 然后今天很好的运气，天气很棒哎，看到后面蓝天白云。我今天的行程就是走一走 Geneva， 看一看，好像你们昨天看到的那个用 Free Public Transport， 看一看有什么特别在 Geneva， 然后我就去一个很神秘的租车。那个租车有多神秘呢？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但是我们现在就开一个作战会议。说到作战会议啊，肯定就有地图。好，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清楚了。所以我原本就是住在这里，现在我们刚刚一个开头就是在这里，整条河应该是海港之类的，在这里拍那个开头，然后可以坐那个船，这个 yellow boat 坐过去，然后这里就是 downtown， 这里就是 old town， 然后就差不多搭那个电车走回去，然后就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哦。港口中间有一个小餐厅，我看的那个食物主要都是那些 cheese 配一些 bread， 我是打算是正餐的，所以我应该没有待在这里。看看那边人超级享受哎，因为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坐在这里看着那个河边，然后有看一看他们飞，之后早上坐在这里晒晒太阳，就是超级享受。在 Geneva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 attraction 就是这个 Super Fountain， 这是超级大的，看起来好像比那个山，比那些所有屋子还高哎。现在就走到那个 Yellow Boat， 那个超级小哎，人家就是在这里买票，但是我应该不需要买吧？这里有一个站。这里有一个站，那我应该要去哪个？发现我以为那些船呢，通常都是 tourist 用，原来不是，它是跟香港一样，把它当成很正常的 transportation， 就在这里等，直接坐过去。对，现在就要查那个 map， 我应该要去哪里，然后去 downtown 吃东西。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downtown 就在这里， super fountain 就在这个，那应该是坐去这里。或者是这里都可以啦，这里走过去走一走，那个船快一点过来，就搭那个吧。我问他，他跟我说其他一个东西，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地图，直接指哦，是不是去这里，这是对的。然后就是没有坐那个小船，就是坐这个大船了。我看到这个 Super Fountain， 我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 view 放在最下面。放在最下面这里，然后它就可以整个方等的水砰打爆它。
现在我们 encounter 另外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刚刚搭这个船5分钟，嗯，很棒很棒，看到那个发展很近。然后我现在发现，再5分钟我要去的地方是那个 fountain 的后面，现在我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要搭那个 yellow boat， 因为它小船可以去近的地方，大船去远远的地方，不是去 downtown， 是 middle of nowhere。会说吗？我这个人真是完全乱来的，刚刚搭错船，然后现在用那个 sense 看到旁边有一个巴士，应该是巴士之类电车吧，是没有人的电车，然后就问那个司机 Is it going to city center？ 他说 yes， 完全没有 plan 诶，怎样是浪费时间吗？没有，看一看风景，但有车河吧，有船河吧。其实我蛮幸运的，刚刚搭错船，搭完公车就可以直接来到 city center。应该不是说幸运了，应该说 comprehensive。Geneva 的交通，它一个接一个，很快很快就回到这 city center。然后这里就是其中一个最 iconic 的 clock，us 的东西，我不懂，算了。一边走在 downtown 这 main street 的时候，看到这附近没有很多人，我想一想啊。对耶，今天是星期天耶， Switzerland 是星期天，大部分的店都是关门，如果你们来 Switzerland 的话就不要星期天来这里，就是我说如果你们是看一看风景的话可以，风景不会关门吧，但是过来买东西的话真的不要星期天来这里，连找东西吃应该有一点难。现在我看看找不找到吧。刚刚我走了三家餐厅的时候，我在外面他都没有 English menu 的，全部都是法语，就是你很难选择走进去应该要吃什么，所以我这次就选择了外面很大一个 Italian 的 friend， 进去就知道 classical Italian 肯定不会又不想吃啊，简单我又可以很快的选择啊。去旅行这里有一个小 tips， 你们要先 download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有一个 function 是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拍照如果我是文字的话，他就会把我 translate整理的 language， 你要先下载它原本有那个 package， 对着那个文字它就直接帮你 translate， 就很方便。还有第二个，去旅行的话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有 English menu， 问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哦 English menu， you prefer English menu 啊，是，然后他就给你，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对着那个手机好像我刚刚怎样笨笨的，对，有什么事问，就是那么简单。好可爱呀、吃完饭刚刚好可以追到那个小船，终于可以给我搭到黄色那个小船了，它是现在是穿过那个桥下面回去我饭店那边的。看到我现在在那个 train station 就知道有事发生了。哦 ，Moose， 很笨的，超级笨的，好像刚刚你们看到这样。我在 chill line， 然后我现在 check 那个 store 还在哪里的时候，我 check 那个 Google Map， 它原来已经关门了。哦，那代表关门之前才可以拿到。那我现在关门怎么办？星期天，当然第一个时候是 frustrated， 但是 frustrated 一个人是没有用啊，当然是要 seek for alternative， 所以我就直接打电话最近的同一家公司的店还有哪里开门，所以就有 Apple 的那边，就打电话跟他说，哦，现在我可以怎样？他就直接跟你说，哦，现在你来 Apple 拿那个车，但是你还。完车的时候不是在 Apple， 在 City Center， 希望等一下拿那个车，是一个好的车啊， Glock Self Talk， 所以有问题不是抱怨，是解决 Find Solution Alternative， 希望等一下那个车好不好。终于把那些时候 document 的东西都弄好了，现在就走到这里那个停车场就可以看最后会拿到什么车呢。哦，看来是一个很有幸运的一天哦。哦，找到了，找到了，好可爱耶！哦，是 Mercedes 的 A180， 好可爱耶！就是它会陪伴我继续走下去，在 Switzerland 的几天。租车的第一步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里面有没有坏，因为他跟我说是新车来的，突然有新的 damage 的话，他就会说是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出发咯。对，最重要是看有没有那些刮痕啊。好，那是没有的。好，是 petrol。好，那就可以出发了。哦，
虽然这个车看起来很小，但是在里面好像蛮大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只开了14 km/h， 新车哦，好紧张耶。要慢慢开。我莫这辈子都是开右边，现在没有开左边啊，开左边吧，就是开另外一边，跟台湾不一样，跟欧洲不一样，因为我都在香港、英国生活，从来都是看那一边的，真的要慢慢开，希望不会有事吧。拜拜。砰！我 Moose 跟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随便。开了200公里以后，终于我们来到 Sermet 最近的城市 Touch。因为 Sermet 里面是不能开车进去，是没有车的，所以最近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在这里开了最近的城市 Touch， 把车放在这里，两天后才会见他的哦。拜拜，拜拜。ECP 的就在最近买完票以后，就直接放这个。哦，好了，我会不会知道？哦，就是那么简单。ECP 的那么规矩，我进来以后才发现，我想买水，但是算了，去到这里。Summit， 很简单的票。Return， 好了，走走、啊、走，整个 train。整个最前面的那边有人，我找不到 music， 所以就直接去 YouTube 找自己的 music。我发现一个好可爱的事 ，Damn， 就是那么可爱的，是 Taxi 来的，没有很冷啦、啊，真的没有很冷。还没看到，哎，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你不帮我 hook 怎么办？哎，跟你们说了，看不到，这是零下11度，我第一次在零下10度的地方出现。哦，我这个烂到爆，就是去零下11度的地方。明天肯定会很棒嘞。一个吧，咁啊，一个咧，咁去晒。出来的时候，我听到有一群香港人，中年的香港人问另外一群香港人哪里好吃，就前面什么过那个 church 之类，然后有一间会好吃一点 ，W 字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走一走，希望会找到吧。果然偷听是有用的 ，church 这个就是。W 开头的字就是它，我就进去吧。先找到我们 W 字头的那个餐厅以后，点了一瓶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什么时候我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就开开，花了
十分钟看见 menu， 完全选不到。最后是那个 waitress 过来，我就问他 Do you have some recommendation？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好像很好吃。这个就是 pork steak， 然后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他说是很像 pasta， 又不是 pasta， 很 traditional Germany 的 dish， 看起来好像蛮好吃诶。好大啦！哇，今天那么久的一天终于完结了，所以这个 video 也差不多要完结了，差不多还没完结，就是因为我还要说，我最后要做的事，思考一下，今天我做了两个 mistakes， 第一个搭错船。但是搭错船很幸运，直接搭巴士直接回去，就是那么简单。第二个 mistake 很笨很笨，人也有很笨的时候，但很笨的时候怎么办？你 miss 掉那个拿车的时间，但是你要放那个 solution， 每一次做事都是这样，人生肯定有错，但重点是你要怎么找 solution， 怎么找那个 alternative 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好了，我不说那么多，这里有一点冷，现在是-11°，我觉得应该会比刚刚还冷一点吧。下一个 video 我们会走欧洲其中一个最高最高最美最美的山峰 Matterhorn。 下一个影片我们一起跟 Moose 在 Switzerland Summit 用我们的脚去感受每一个很美的风景。下个影片见。我现在在瑞士，拜。